大家要请你阿哥的掌声，欢迎他的到来。早上好，好啊。一个董事会的负责人张强，副主席钱木，副主席早上好，主席杨一杰，早上好，书协的副会长，会长，谢谢，早上好，副会长，早上好，你好，你好，副长你好，你好，又见面了，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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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好，很好，很好。现在一封你带路，你大概寻一下，可以，可以，可以，哇，今天天气还是玩的好不错，是在喝个茶，在。请跟通讯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豪先生的莅临，请大家掌声鼓励欢迎他。又见面了，又见面了。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our guest of honor, Mr. Chang Tiet-hong,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你写的吗？不是，
是啊，就是很好啊，从小开始喽。哦，开始多久了？写了几年了？写了一年了。一年了，很好啊，从小培养那兴趣啊。好几岁啊？现在？大概八岁。八十五岁啊，然后一起去学习，学习啊，学习学习啊，跟老师说声新年快乐，快高长大。新年快乐，大家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大家。新的一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大吉大利啊！大吉大利啊！福到福星高照，福星高照啊，很好。过年了哇，哇，真的老师教啦，我跟你讲，福星高照啊，对吧？健康啊，好了，好，都打到你了啊。Hello， 你好，你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哇。其实他们写的，他们写的很好，很好，写的非常好。Hello， 你们好，新年快乐。Hello， 收掉了。哎，你好，你好，现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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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老师写一个，老师跟老师写啊，好，对对对，很好，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哦，非常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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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Hello， 哎，你们好，你们好，新年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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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快到成长。你好，你好，你好，新年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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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这边。对呀，可以呀。来来来，好的。来，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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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你要准备好，备准备好，备下来，备备备，准备好。然后来，就是来，开始起来。我来了，好了，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商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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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啊，啊，对了，对了，对对对对。来一起走。发财金宝。发财金宝。你好。加血的吗？这样非常好啊！OK， 好。你好。老板，辛苦了你。哎，辛苦辛苦大家了，还帮忙的。啊，辛苦大家了，辛苦大家了，好。哎，辛苦了，辛苦了。好。土兵挥好区。今天陈杰豪高级政务部长也和大家一样，要为我们开米庆丰年。到底陈部长要写下什么新年寄语呢？让我们拭目以待。郭英来，郭英，开名菜。好，
加坡的繁荣和人民的安乐的美好祝愿。As we can see, Senior Minister Tan Kiat Hong has written 国泰民安 wishing the stable prosperity of Singapore, may the nation be peaceful and people happy and well. 掌声鼓励。其实非常谢谢陈部长的美好祝愿。CCTV OK 拍了拍到了拍了啊，对对对，无线房间老板也拍了啊，无线房间 From our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Mr. Tan Kiat Hong 变奏谁变奏谁变奏一样啊，他跟我同年的，在中山，1967，后来他去大学读读地理，我读文学。来，希望大家今年过龙年了。啊，对，大家都是国泰民安。谢谢。还好今天天气是不错。昨天还下，昨天还下。啊，这个星期每天都会下，今天没有下。谢谢你们在大力支持，陈教授辛苦了，谢谢大家，是零年了，高兴他老说是年轻，是吗？对，每天练，而且说他喜欢出师表，喜欢当做一个运动嘛，上两分钟啊，上转两分钟，分钟啊，就是不是练他的爸爸。没吃痛，所以他们全家，你吃对不对？你这个爸爸跟妈妈，你这个爸爸生了5个男孩子，2个女孩子。哦。还有其他。我们热烈欢迎今天的主宾，新加坡国家发展部监察局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主办全国非
一直得到政界领袖的支持，今天也不例外。让我们再次感谢陈部长拔冗前来给我们支持鼓励。首先，我们请飞书大会工委会执行主席何玉夫先生致辞。何先生。尊敬的国家发展部兼交通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陈建高先生，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驻京代办，新加坡数码家中心中华总商会高全庆会长，数码中心董事主席陈立群先生康宁，书法家协会会长苏大校长陈生贵教授，董事们、女士们、先生们，中午好。再过三周就是华人传统的农历新春，首先请让我向各位嘉宾拜个早年，恭祝大家吉祥如意，身体健康。新加坡书法家协会，新加坡书协自1983年主办全国挥春，转眼已经41年。前30年是以比赛的方式进行，至2014年。特改在华人新年前举行，并将比赛改为大会。今天挥春活动已经成为风气，学校、联络所、中商会馆在新春期间呢都有挥春政府的活动。挥春源自于宋朝，传统的春联是用人手以毛笔书写，新年挥春是华人传统的习俗，代表去旧迎新，迎来新的一年，更能增添新春的欢乐喜庆气氛。每年新春大会让更多新朋友、旧朋友相聚，可以老少一家、好朋友、同学一起来书写，共同分享春节热闹的气氛，也让我们年轻的一代对传统的艺术有更多的认识。一年复一年，一代传一代，传承发扬光大。我们非常感谢陈建豪部长在繁忙的佳节特地过笼出席今年的挥春大会暨第6届新加坡全国挥春开幕礼，同时感谢国家艺术理事会、新加坡艺术总会的赞助。我们更感谢各位来宾的光临，谢谢你们挥春大会增添光彩。我们恭祝大家新年进步快乐，我们也为新加坡祝福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谢谢。新加坡书法家协会陈生贵会长，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今天很高兴在新加坡书法协会的挥春大会上和大家见面。
年复一年挥春到会是本地新年的知名活动之一。在出席今天的活动间，我也加紧练习一下。今天真的献丑了啊！可是为了给大家献上一个衷心的祝福，我也是所以献丑写几个字，希望大家各位能赐教点评，也期待和各位一起感受新年的气氛。挥春是农历新年华族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人们在春到的时候都希望新的一年是丰收年，于是不少人在春联中注入对新年的期许，同时也传达对亲戚朋友的祝福。过去一年国际局势不稳定，加上通货膨胀的影响，世界各国都面对许多挑战，新加坡也不例外。政府了解大家的不容易，推出一系列的措施帮助国人改善物价上涨等等的压力。迈入2024年龙年，我们将面对不确定性和新的挑战，政府会竭尽所能照顾每一位新加坡人，不只是少数国人，每一位新加坡人，让大家的生活上得到保障。不管新加坡遇到多少挑战，只要我们团结一心，新加坡一定能够克服困难，也能够继续在国际上散发光辉。所谓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随着新年的到来，我也在此祝新加坡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也在此祝福各位龙马精神，心想事成，阖家安康，大家新年快乐。和祝福，为了感谢他在百忙中前来支持我们书节，支持我们书节特别准备了陈生辉会长的书作送给部长陈列。陈会长是2000年国家文化奖章的唯一得主。气息，它是一种力量的象征，彰显着豪迈气概兼济天下之志的精神。谢谢陈部长和陈会长。41年挥春大会一路走来，离不开许许多多人的坚持和默默的贡献。现在我要请陈部长颁发特别奖给来挥春的一些人士。我们要颁发现场年龄最大的参赛者蔡华文先生。Thank you.
不了的。我们颁发了年纪最大的参赛者，我们也颁发了年龄最小的参赛者，是4岁还不到的郭定义小朋友。郭定义今年2月将会入4岁。文化的认同也令人敬佩。Thank you.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